呢，还有大家很多家长呢，热烈的参与。我刚看到实践国小有一个家长是特别从南非赶来的，那个 Nigeria 的家长回来哦 ，It's over there， 哎，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啊，他的小朋友好厉害哦 ，Speak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Where are you？ Speak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Where is your son？啊，哪里那个小朋友？哦，你是 over there， 戴着那个墨镜很酷的那个小朋友哈，哎，是。那提防呢是我们金美女中我们永建国小，还有我们这个实践国小呢，老师呢带着小朋友啊，这个竭尽心力呢，把你们心目中的我们几个里的特色，把我们当地的文化呢表达出来，把你们参观动物园的感想表达出来，这真是不容易。请那个我们大家给几个指导辛苦指导的老师先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金美女中的是大朋友了，金美女中的是美术特别班的呢，哈，黑龙自由班的呢，请大家站起来一下，那我们大家一起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那、为什么景美女中大姐姐站起来，我们永建国小跟实践国小的弟弟妹妹就不站起来了？啊，拜托你啦！大家坚持一下，哦，绝对哇！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谢谢，请坐。我们最后呢，其实我们公务局最近办了不少活动。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的行程特别多啊，但是我们这个活动一定要来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特别来感谢我们的景美女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实践国小，还有我们的永建国小哦，让我们台北市更美丽。而且这个城市呢，最漂亮的是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呢，就是在我们文山区，所以我们文山区是最美丽的一个社区。所以希望大家，我们好好来维持我们的社区的美丽。最重要的是，我要在这边拜托我们公务局长啊，这个好好的帮我们来建设我们的文山区啊，给我们文山区更多更多的资源啊。那小弟的这个服务啊，真的妈拜托你啊，这文山区的这个案子要特别特别的服务，特别是我们里长这几个里长，特别是特别用心的里长啊。那接下来会邀请到呢我们的张万里的林里长也上台为大家鞠躬，欢迎到处长、里长，还有各位校长跟各位里长，其实是有一点前月了哈。那还有我们的新员，我们的彦博彦大哥，那其实应该是叔叔算是最之前，应该是由资深的里长伯先说才对，疼惜我啦。在这里向大家报告，其实幸福提案在我家这个名词真的很棒。昨天叔叔还在我们里面有做广播，让我们里面的朋友们来做分享。再次跟局长还有大家报告，我们在动工的之前，我们感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样的一个提案，让我们张文里、张新里、张林里、华兴这里有这么多这么漂亮的图案，也感谢校长们还有主任们，能够老师们能够做这样的就是说指导，让小朋友来这边帮我们做分享。真的，我们从2月11号动工以前，一直到动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都帮他制作一些整个完整的记录，到完工在这里向局长报告，上我们的部落格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大安文山也替大家做很大力的宣导，所以我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明，我们张文里感谢所有疼爱我们的长官朋友们能够珍惜疼惜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再一次谢谢，也谢谢在我们的巷道的美化上做得真的很棒，虽然造成邻里的不方便，但是事后的感恩真的再一次谢谢大家。非常的开心再次看到2年前跟市政府提案的一个绿堤美化的工程，其实这个工程是延续在例行国小也是提案的马赛克美化工程的一个延续，经过2年由我们公务局大力的一个推动，还有我们张文里新的里长后续的传承，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建筑之下，让我们市民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不同样的景观，包括我们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大家碰到我都说李长啊，很感谢你，我怎么说，我已经赚60万了啦，因为本来较早没做这个铁红的时候，这个中介公司说我一间厝差不多400万了，现在已经要到560万，哦，他欢喜到，所以
几家特别要来感谢我们公务局这么为我们市民建构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化空间，再次感谢你们，也感谢所有的学校的协助，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好，我是张林里陈里长。这边呢，因为刚才两位里长都已经简介过非常多了，这边还要再补充，就是感谢各位我们学校还有小朋友的一个帮忙把我们艺术点缀在我们巷弄里面，让我们的环境除了美化以外，还增加了很多人文的一个气息，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再次谢谢。谢谢我们的陈里长。这集美女中的再浓的林校长呢，带领之下全体师生大家一起来投入到我们这次的一个美化的工作，才可以呢让我们这次美化工作这么的顺利完成。好，请呢我们的局长来我们颁发感谢讲座。哇，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以及我们呢图书礼券还有明信片的一并送上哦，谢谢谢谢。我们稍后坐，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摄影镜头。好，谢谢。活动最重要的阶段了，我马上呢就要进行到了颁奖的部分了。我们非常感谢的这么多各界大力的帮忙，当然我们也特别准备了感谢的讲座，要颁发给呢我们的各界的学校哦。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进行到呢我们的颁奖喽。这一刻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刻，心中除了充满着感谢之外呢，还是感谢，我们再次热情掌声好吗？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请我们小朋友稍微的往后推一点点，我们来让第二梯次的小朋友上台来好吗？好，第二梯次的同学一起上台来，之后我们再一起合影，看一下前面哦，小心心哦，好不好？大家稍微靠拢一点点，稍微靠拢一点点，不要被挡到了。如果呢被挡到的话呢，垫高脚，垫高脚，好不好？啊，前，谢谢哦。教务主任，好，局长帮我们颁发一个感谢状给教务主任。教务主任今天有特别来，所以我准备了这个呢感谢状，要来谢谢他。稍微起立一下，小朋友先等一下下哦。我们还有一个感谢状要颁发给我们教务主任，教务主任很辛苦，谢谢谢谢。Yes， 我是伟大骄傲，然后我也是很感谢实践国小有办法在培养他有这个成就，真的我很感谢实践国小。各位小雨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们公务局的李局长做得很棒，对不对？对，给他掌声好不好？谢谢。另外我们的猫懒，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还是做猫懒哦。猫懒那个鉴定李局长也是专家中的专家了，所以今天我看到说有个活动是李局长所主办的，在我们这个地方社区绿美化，配合我们张文里的林叔叔里长，各位一定要给他掌声，林叔叔林里长，谢谢。新到任的几个里长我不敢他说是唯一啦，但是他是找我最多其中之一啦，常常找我啦，上面台几里长嘛，常常就说我这个委员这不错的，这是不是高分我来用好不好，所以你看他找了这个金面女中，看起不简单，动画嘛，是不是找了永健国小来漫画这个动物的，你看看起来实在不错啦，你看那个旁边这一部分还有报告李局长，以后你看到张文礼林里长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任何要求的统统给他答应真起来谢谢。那个路灯来这一边暗暗的，暗暗情人比较喜欢但是我们一般OK上不喜欢因为会拔豆所以那个地方的照明部分给我们弄一下好不好，我们替你要求还有他有很多真的这个李局长，这个都是小小的钱大大的效果马上看得到。这里假如三色镜